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自从警方取消过年进前敢那大拜拜巡安工作了后，是换一个方式来宣导安全维护甲交通顺畅的观念。彰化警分局利用过年进前，民众前往传统市场采买年货时阵，关键哦是甲警察之间组成宣导队伍，来到市场进行采购宣导。有穿制服的民警，也有穿着背心的警察志工，一群人走入去传统市场来宣导，目的就是为着因应即要来到的旧历过年，要让民众知影警方伫年节期间的治安维护工作，特别是强调交通通顺的宣导。工作的主轴，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的部分，我们特别利用那个三民民生市场，在民众采买年货的时候。加强疏导，加强那个宣导哈，并且哈宣导民众我们这个春节期间的一些交通疏导措施以及一些作为，让民众在采购年货的同时啊，也能够安心过个好年。事实上，过去旧历年前，警方来办理巡安工作，只是巡安工作的宣导是意义大过实质。这几年改变模式，以加强重要责任安全维护工作。交通通顺、交通宣导活动为主，希望借由采购活动提醒民众行的安全，要让大家过一个平安和交通通顺的新年。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